这天，职员小王正在午休，同事别致的睡姿吸引了他。他拿起拥有2亿像素的新手机，拍了一张。老板恰好路过，他拿过了手机，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大雁还领着小雁，他猛然醒悟，每个孩子都需要陪伴。今天好像还是儿童节呀。老板清楚，会给领导提醒的员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日子记不清楚，2亿帮你弥补。Note 13 Pro 系列明日10点正式开售。